正种贤伉俪。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今天一起学习老和尚阿弥陀佛48愿讲记。我们昨天也提到往生净土要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要跟清净心相应，要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应，要跟48愿相应，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尤其新的一年到了，我们自我期许要把48愿呢变成自己的心，把无量寿经呢变成自己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这样就是如来所行亦应随行，我们效法阿弥陀佛，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学佛就是学做佛，老和尚说我们要依阿弥陀佛为老师，那依阿弥陀佛为老师我们要越学越像，把无量寿经一句一句落实就越来越像阿弥陀佛了，这就是相应了。好，那上一次呢我们这个一起学习到是183页，那这三愿呢是第25愿天人礼敬愿，还有这个闻名得福愿，我们上次是讲到闻名得福，若闻我名寿终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那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尊贵家升到做大官的，家里很有钱的，所以师长在这里提到了这个生尊贵家绝对不是他的父母地位很高，家里有很多财富，因为假如没有道德生到他家里去那还没有长大了那家里就发生变故了那不是福了所以福报第一是德行我们看五福临门第一这个长寿。好，那长寿假如没有德好不好那不造更多业吗？你看这个五福当中好善好德，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看有财富，有地位，那假如没有德有财富会怎么样？奢侈啦。有地位会怎么样？很傲慢啦，
为所欲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有两个词叫富二代、官二代。假如家里没有重视德行教育那这个不是真正的福报了。所以富贵长寿健康还有一个就是好善好德，这个最重要了。这些福报才是真福报了。所以富贵人家教小孩比贫穷人更难。大家认同吗？哇，这个富你不好好教他，他一定很容易奢侈。地位高了你不教他呢，容易哇妄自尊大。陈德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警官呢，负责去保护这些高官，到他们家保护他们安全呢。他们自己本身也是警官呢。他说看这个大官呢心跟衰看他下一代开车出来的态度就知道了。假如孩子开车出来了，警官谢谢你辛苦了，这个家要行了。假如开出来慢吞吞的干什么，快一点，这个下一代教不好要败了。都有症状都有征兆国家将兴必有征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一个国是这样，一个家也是这样，甚至一个人他要往好处走还是要堕落有没有征兆有啊，哇，每天念佛听经不中断，看到这个症状，哇，这个人要去做佛了。为什么？善根发动了。哇，你看一个人游手好闲，然后放纵欲望，玩乐，这个业力会发动所以要护念自己要善根发动谨防业力发动。我们只要一不精进散乱会招感无始劫的业力有。所以一念弥陀圣号诸佛如来加持。一起妄念了，可能魔得其变冤亲债主得其变这个我们不得不慎重一念的差别真正体会深那不行要分秒必争不然起妄念了就轮回心造轮回业了。三十信念说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结轮回业了所以这个克念作甚要克制这个妄念邪念好，所以现在年轻人面对的诱惑也非常多
就好像医学讲的免疫力啊，你外面不可能没有病毒，可是你免疫力好啊，这病毒影响不了。同样的，现在外面的诱惑多啊，孩子从小，是非善恶能够分辨了，他很有正气啊，他就不容易受污染了。所以这个福报第一啊，是德行啊，祖宗父母积德，这个家庭才是尊贵之家。我们看这个范仲淹先生，哇，你看他的后代个个都成才。你看孔子离我们2500多年，他的后代出了多少人才，因为都有他的教诲的家道在承传。所以生在好善积德的家庭里啊，从小接受啊良好的教育熏陶。黄念祖老居士的佛化家庭长大的。一生啊不会有灾难，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在道中啊就不在劫难当中。孩子从小很好的教育，心地善良。他感了好的因缘呢。所以诸位要晓得啊，财富不一定是福报。祸福相依啊。有好的教育，好的心肠了，他又有福报啊，他会造福于人了。假如没有德行了，福报现前呢，可能是他跟家庭的灾难要到了。所以有钱呢，要装没钱，藏富交子啊，不然你让你的孩子觉得你很有钱了，他就觉得哎呀，我爸那么多钱呢，我三辈子都花不完了。他就不努力了。所以教育孩子要有智慧哦。那佛经上讲的呢，财为五家共有啊。哪五家呢？水灾、火灾、小偷强盗，还有贪官污吏，他贪污了，还有一个是败家子，诸位仁者，这五个哪一个最厉害啊？好像败家子挺厉害哦。可能几代人呢，就被他给败掉了，但是命运是可以改造的。不孝子孙呢，到家里来能不能转？可以转啊。这个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了。两个大官的家庭啊较量。最后把另外一个家庭给这个弄的让他们衰败了，结果就投到他们家来了。刚好他们家呢跟佛门有缘呢，所以有高僧呢就点化他了。因为他孩子都不听话，很小就不听话了，点化他来讨债的。他一想，既然是来讨债的，那我这些钱呢，不如去做好事了。
他在做好事的过程呢，这个孩子还是给他添麻烦了。有一天烧了好像十几间房子了，他也不生气，因为他看破了，明白了，然后还是去把钱都给付掉了，承担后果。这孩子本来很不喜欢读书啊，都是添麻烦的，结果他真的善尽了家财啊，他还是变得爱读书了，最后还考上功名，看转过来了，都能转的。那你没有福报啊，财富保不住。没有福德啊，这个德很重要啊。那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啊，现在的企业寿命啊，是越来越长还是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为什么？企业他没有修德啊，他就想我赶快赚很多钱呢，他保不住了。你看古代说，富不过三代。我感觉这句话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改一下了。富不过一代，甚至说富不过五年，因为大家都不修德了，急功近利啊。我拿到手了啊，就是我的了啊，但是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呢，留不住。所以大学说啊，祸备而入者，你用不正当的手段把财货啊拿进来了，易备而出，很快就流掉了。所以保不住，不过眼前呢，给你看看而已了。我们同修虽然天天在这里听经，天天在这里念阿弥陀佛，但是心不在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在阿弥陀佛啊，他的心在股票上了。那我们看老和尚讲这一句啊，我们要不要拉回来关照一下？我的心在哪里？净土为归啊。净土是归宿啊，是我们的目标归宿。那我现在走的每一步要不要往这个归宿的方向？你假如不想极乐世界，不想阿弥陀佛，那不是跟这个目标背道而驰了？所以老和尚说，能不能往生呢？不要问别人，要问自己。你每天的念头都在想什么？哇，想股票，还有几个很坦白的，告诉我，告诉老和尚啊，做了好几年了，赚了四五千万，可是去年一年了，赔光了，四五年的光阴空过，一片空白。哇，他这四五年假如效法海贤老和尚啊，那不得了了，他可能就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passport 了，是吧？说实在的，这个万德洪明啊，会快速提升善根福德嘞。所以偶益大师说啊，以慈名故，慈这句万德洪名，这是阿弥陀佛在果地成就的功德啊，拿到因地修啊，所以以慈名故，
善根福德同佛啊。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个善根福德跟佛一样啊。你看这么殊胜的机缘呢、啊，哇！你念一生，好、哦，观经说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哇，大家想一想，四五年能念多少生啊？结果这四五年空忙一场。大家想一想哦，四五年玩股票四五千万又回去了。请问这四五年的心是什么状态？哎呀，七上八下的。哦哦，所以一片空白，所以钱是给你看看的。四五千万太少了，没有我多。啊，如果钱财看看就算是自己的，那银行的钞票我去看看，啊，也就算是我自己的。啊，这是假的，不是真的，这都是身外之物啊。啊，老和尚举例了，啊，我往年呢，在香港讲经啊，有一位居士的经营珠宝很多，放在银行保险箱里啊，哦，哦，可能带老和尚去看了，结果看完了，老和尚说了：“你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啊。”哦，哎，他心里啊就很不痛快了，啊，有这么多金银财宝啊。啊，他有这么多呢，这些珠宝呢，他不敢拿回家，啊，拿回家怕小偷，不敢戴在手上，怕人家抢劫，啊，只有放在银行保险箱啊，一个星期去打开看一次，哦。哎，大家听到这里啊，觉得这个人累不累啊？有没有给自己找麻烦呢、啊？有哦。哦，所以你看，老和尚这个大善之士在点化他了。你就这么一点点，别给自己找麻烦了、啊。这个都是累赘啊。修行人越修越简单呢、啊，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呢、啊。哦，大家要出门的时候啊，把衣柜打开来，我今天到底要穿哪一件呢？想了多久？哦，出家有一个好处，想都不用想，反正就这两件啊。哎。哇，那个想穿哪一件呢、啊？花的时间呢、啊？可以念多少声佛号啊？哦，所以越学越简单哦，简单到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嗯，哦，所以我们这个看到老和尚这一段讲解呀、啊，啊，我们要拉回身上，啊，累赘要越来越少，哦，还会牵挂的事啊，赶快都去安排好，啊，一心净土为归宿，啊，哎，无常迅速哦，你心上还有牵挂啊，无常一来，你一定随着这个牵挂走。哎，你了无牵挂了，一心念佛了，无常一来，哎，我还是阿弥陀佛，那就跟弥陀走了。啊，大家有没有突然刚好在马路上啊，有一台车冲过来了？哎，我有遇过。哎，突然很紧急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起的念头是什么？
啊啊，会去哪？好，妈会去哪？妈就找妈去喽。啊，假如这个突然间阿弥陀佛，你不会有其他的念头，那就最熟悉的任何境界来，第一念就是阿弥陀佛。哦，这个我们就比较有把握了。哦，好，那这个老和尚说了，如果这样啊，啊，你一星期来看一次啊，就算是自己的。那香港所有的银楼啊，都是我的了。啊，为什么？我到那里叫人家拿出来给我看看，摸一摸。好，收起来，给我保管好，好，而且还不用付银行费用，嗯，哦，那这有什么两样呢？哦，和他没有两样啊，也不敢带，也不敢放在家里，怎么能算是自己的呢？哦，啊，人迷惑颠倒啊。愚痴到这种程度啊，啊，有什么法子呢？不开窍啊！哦，如果钞票看看就是自己的，那银行的钞票就是自己的。哦，我比他多的太多了。啊，5000万算什么？啊，不多。哦，所以啊，这些身外之物啊，要看得破啊，哦，不然呢，都被他牵了3年、5年、10年，这个心都被他束缚住了，甚至是7上8下了。哎呀，愚痴可怜啊，不开窍啊。虽然念佛啊，心里还挂念股票。你说糟糕不糟糕啊？啊，这样的人，诸佛菩萨、龙天善神呢，不会向他致敬的。啊，前一愿是天人礼敬啊。啊，所以学佛啊，就是要头脑清楚啊。啊，这些事实啊，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财富啊，有没有？啊，我跟你说真话。啊，每一个人呢，连一文都没有。哎，你们想想对不对？啊，晚上睡熟了，啊，人家把你身体抬走啊，都不知道，不晓得。哪一样是你的？连身体都不是自己的，那哪一样是自己的？啊，不要说死了以后啊，才一样带不去。睡觉的时候啊，都没有，没有一样是你的了。好，每天晚上啊都要死一次，还不警觉。哦，那老和尚讲到这里啊，我们念佛人呢，每一天都要练习死一次了啊！啊，躺在那里，阿弥陀佛来接我吧！哇，你这么一想啊，世间人事物你都要放下哦，不然你怎么跟阿弥陀佛走？我们有听过啊，40岁左右而已啊，隔天还要去参加这个佛门的活动哦。结果啊，上了床，跟那一双拖鞋啊告别了，上床别了，下床鞋了，40岁左右哦。为什么呢？中风了。隔天他太太起来了，哎，他今天不是参加活动吗？哦，
怎么没动静啊？一看，哇，走了。但是他太太啊，认识不够清楚，又把他送医了，其实已经断气了，啊，又折腾了老半天了。哦，所以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修行人呢，无常观要很警觉啊。哦，所以印祖教我们死字贴在额头上。哎，我随时都会死，没有什么好去控制、去占有的，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了。啊，你本来要跟人家生气，一想，哎，我下一刻死了，那我一生气，我不都地狱去了？哎，你这个嗔恚心就下去了。所以最殊胜的念头是什么？念死。哎，这个啊，正法念处经啊，第一圣念，最殊胜的念头，念死啊，这个警觉性非常非常高啊。啊，我们也有认识同修啊，哎，得了胰脏癌，癌中之王啊，啊，他不治了，一心念佛。哎，过一段时间呢，念好了，哇！你看那个大病从此一心念佛，哇，那个功德力太大了，把他业力给消掉了。啊，后来我有机会遇到他，我说你现在念佛啊，跟那个时候比起来怎么样？他说差多了。哦，那时候想着可能明天就死了，拼命的念啊。哦，所以老和尚指导我们，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呢。啊，有这样的心境啊，这个佛号啊容易提起来了，世间的东西啊比较容易放得下了。哦，好，所以每天晚上啊都要死一次，还不警觉。啊，要警觉啊，没有一样啊是自己的。佛在《金刚经》中啊说得很好，三心不可得啊，所有生灭的东西啊都是不可得的啊。《金刚经》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的，如梦幻泡影，得不到啊，像梦一样啊，幻泡影。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吹泡泡？你看一吹几秒钟，砰，哎，我们的人生就像这样，哎，万般将不去啊，什么都带不走啊。所以啊，万法原生呢，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要看破世间呢。老和尚常常讲经的时候举一个万法啊，就像那个电影啊，一秒钟24张，你看起来是真的，它刹那在变，根本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不是真实的东西。你把它当真了，你就会想控制，想占有，你就会生烦恼，会造业了。那造业就要又要去受报，又要去轮回了。老和尚引了《菩萨处胎经》，弥勒菩萨说的，一弹指32亿100千念，所以这一弹指这么短的时间呢，有多少个念头啊？320兆。那个
电影是24章啊，就把我们骗掉了。现在是一弹指多少？哦，那一秒钟弹五次好了。啊，1600兆，就好像底片1600兆张了，闪过去一秒钟之内啊。当处处生，随处灭尽，假的。哦，所以佛法啊，用这个轮呢，啊，圆轮啊，一切法用法轮来代表。啊，那个圆心啊，就是法性啊，性是空的。哦，你看大圆小圆呢，都是依它而生的。哦，哎，但是呢，这个法性是空寂的，你找不到它。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哎，但是你看它能生万法。哦，你看那个圆圈就是个圆心画出来的，不管大圆小圆。哦，所以色即是空。啊，这个圆圈是色。哎，它是从法性变出来。离不开这个圆心，圆心是能生。啊，哎，这个圆是所生所现。哦，但是这一切法，哦，哎，它现出来了，但是它是刹那生灭的。啊，所以真空，妙有非有，它是幻有，你不能把它当真的。哦，所以用法轮，你看圆心是空的。所以提醒我们了，啊，当体即空啊，不能执着啊，啊，哎，能所皆空，啊，体性也是空寂的，所现的物啊，哎，也是刹那生灭的，好，但是呢，啊，这个。啊，我刚刚想到了啊，我们说梦幻泡影啊，这个梦排第一哦，是主要的比喻哦。啊，老和尚有说了，我们今天看电视，啊，你看了这个连续剧看完了，你会不会把这个连续剧里面的事情啊，一直放在心上牵挂？会不会？啊，为什么不会？你知道它是戏呀，假的吗？啊，你们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看的连续剧啊？看了之后啊，想了三年，哎呀，好痛苦啊，那个剧情啊，没有了哦。好，因为我们知道啊，那是假的。那我们现在人生如戏啊，啊，也像做梦一样啊，真的还是假的？现在你所遇的一切啊，都是假的，假象啊，缘聚缘散的假象啊，啊，那我们就当作是看电视一样，你去不把这些事都放心上了，哇，那它就不影响你了。哎，啊，你看，连这个身体，你也控制不了啊。哦，假如我们能控制占有了，哇，那活1000岁也是年年18，是吧？可以控制，可以占有啊。不行，啊，起了那个控制占有，就会造业了。哎，我们举个例子，哎，儿女到你们家里来了，这是不是个缘呢？万法因缘生哦。
你想控制它，你会不会生烦恼？他会生烦恼哦。然后他是三四岁哦，他就离家出走、哦，然后你就痛苦的要死哦。你看你在这个缘里面造业了，哦哦，所以啊，真明白了，当体皆空啊，啊，要随缘妙用，不要起那个控制占有的心。哎，可以受用，可以欣赏，但不能占有。啊，你在这个缘干什么？哎，我在这个子女的缘里面呢，啊，我能够行菩萨道。哦，我好好栽培他，把他栽培成现代的范仲淹，哇，你功德无量啊！那结法缘呢？行菩萨道，不结情缘。你结情缘呢，出不去了。哇，我也遇过那个夫妻啊，很恩爱啊。结果这个先生意外潜水去世了。这个太太太恩爱了。一回到家都是脑子里都是先生的身影啊。他活不下去了，最后自杀了。哇，你看先生爱他，最后变成让他割舍不下，痛苦不堪，就不能结这种情缘。结情缘啊，要去还债的啦。钱债好还啊，情债好不好还啊？难还哦。啊，更不能结恶缘了。啊，结恶缘就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了。哦，好，哦，所以要看破世间哦。啊，我们不能当真啊，就想着哎，现在在梦中，别当真。我们确实在梦中啊，哎，就像看电视一样，不要放心上，就对了。啊，祖师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啊，每天随缘，啊，结法缘，用真心，啊，不要放心上。心上放什么？放阿弥陀佛。顺境不要贪，顺境阿弥陀佛。逆境不要嗔恚，阿弥陀佛。好，心上有阿弥陀佛啊，就妙得起来了。哎，就可以在每个缘当中啊，提升自己，利益他人了。好，好，那万法缘生，当体皆空了。哎，可是啊，唯独因果不空。那因果也是万法之一啊，为什么不空啊？啊，这是强调啊，因果呢相续不空啊，因又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它一直相续啊，因果啊循环不空，转变不空啊，它是强调这个。哦，所以这个是事出事法的真相。哦，哎，有福的人呢，他是有得用。哦，哎，他要用的时候啊，样样都有。哎，可是他有德啊，他会继续去修福。哦，他不会积财，积财伤道了啊。哎，因为因果不空啊。啊，他一直修好的因呢，他当然有福报了，啊，所以要用的时候样样都有，啊，这就很自在呀。哦，你看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了，啊，哎，广修布施，
你看所有结缘的法宝免费的。在澳洲每一年都给医院捐款。无微不至。平常不需要用钱呢，身上一文都没有。需要的时候啊，需要多少他就来多少。哇，这个财富自在了。老和尚做得到啊，我们做不做得到？哎呦，大家怎么摇头？佛菩萨真理啊，又不会只发生在老和尚身上，那个叫偶然了，那不叫真理了。我们依教奉行啊，感应不可思议，在每个人身上都能证明啊。所以佛教人呢，要离相，要离念，修一切善法，就是这个道理啊。你修一切善法，你福报是越积越多了，甚至于你是三轮体空在布施啊，哇，那福报不得了了。三轮体空啊，就懂得离相了。布施的时候没有我这个相，没有人那个相，没有我所施的这个相。懂得离相啊，就不会着相。我们一着相就很容易生烦恼了，很容易起心动念了。所以要离念。离这些妄想分别执着。老和尚接着说了，我常常讲啊，我们要有使用权，不要有所有权，有所有权就想占有，想控制了。金银财宝啊，我能使用，我不必拥有。这多自在啊，这多快乐啊。需要用的时候啊，一点都不欠缺。我们一心啊，为佛法，为众生呢，修一切善法。你没有房子，可是呢，你到哪了有房子住？你没有车子哦，可是来接你的车子都挺好的。而且你还不用去修理车子。那个车子哦。隔一段时间还要加机油是吧？你有使用权，不要有所有权。不需要的时候，你没有负担。让银行去保管。何必要自己保存呢？我觉得哪一家银行最好？阿弥陀佛的银行。你这个钱干什么？去帮助众生。这个利息啊比银行的都高很多。这个佛门说舍一得万报。当然你不是带着这个我要得万报啊。是什么？你真心去利益众生呢，你的心量广大，当然这个福报就大了。所以了凡四训说的，因为菩萨他是三轮体空啊，他心没有边际的，他捐一点粮食啊，斗数，数是粮食，可以种无涯之福；他捐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心是根本的。所以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大家应该有印象吧？有一个女子身上只有两文钱呢，她诚心诚意供养这个住持和尚亲自出来帮她回向。后来呢，她嫁给皇帝了，很富贵了，
可能拿了几千两来了。这个老和尚呢，叫他的徒弟出来帮他忏悔就好了。那这一位女子啊，也很有善根哈，她还懂得请教。我前面捐的二文钱啊，老和尚你亲自帮我忏悔啊，怎么我现在捐了几千两那么多了，你只让徒弟出来了？这个是他的善根哦，不然他一生气了，哼，下次不来了。而且这个老和尚我们也很佩服啊，没有见钱眼开哦。你看他心里只是想着什么？护念当事人的慧命啊。你看他一不出来了，这个女子一请教，他一点拨他。哇，你以前两文钱啊，至诚的心啊，真心啊，我不亲自出来啊，对不起你啊。你现在拿的钱多啊，那个心啊没有以前真切了。我让我的徒弟回向就可以了。哇，那当事人他就会关照自己的心啊，心是根本啊，心是最尊贵最殊胜的。我们昨天念了一句弥勒菩萨的偈子，只此心，心心是佛，是吧？是最灵的东西呀。好，所以这个放在佛门舍一万报需要的时候自己就来了。所以你才会真正得到身心自在快乐无比啊。所以尊贵之家呢，是好善好德，积善之家而且能诸根无缺啊，六根充力，聪明伶俐那是因为他闻名了那来生呢得的果报这闻名啊，哪怕没有往生呢，都有很大的利益而且还能常修殊胜梵行呢这个梵呢，是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译成中文是清净的意思所以梵行呢就是清净行梵行就是清净行，心清净，身清净，生活环境清净，这是真正的有福报我们说享清福你财富很多啊，每天烦恼的心一堆啊，这也不算是太好的福报了所以老和尚曾经去见到那个很有钱的人结果对方跟他说啊，我每天要吃安眠药才能睡得着啊他每天得吃安眠药，他有那么多钱想得了清福吗？好，这个梵呢，在我们三界啊，就是梵天。梵天属于初禅，属于色界天哦。色界天都要修禅定了哦。在三界里啊，并不很高。初禅有三天。叫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经上常讲大梵天王那就是初禅天的天主
要想升到初禅呢，也就是往生梵天呢，都要修清净行，要修梵行。好，那清净的标准呢是什么呢？最低限度啊，要断五欲，不然就清净不了了。那你五欲没有断了，那还在欲界天呢，不能到色界天，不能到梵天呢。五欲是财色名食睡这五样。心里要是只有执着有，只要执着一样，就没有资格啊升梵天。哦，你就晓得啊升梵天不容易哦。升初禅五欲要断掉。好、哦。哎，那说到这里啊，老和尚说了，此事啊自己要很冷静的去想一想，能不能断得掉，有没有能力啊修禅呢、啊哎、我自己啊想了很久啊，没有能力断财色名食睡、哦、那这个连初禅都没办法了、修禅呢、啊、不能成就，这才回头啊专修净土，哎，选择法门呢、啊、要契合自己的根气的，哎，这个法门很好啊，都修不了了，那这一生就空过了。哦，择法啊，择法门呢、啊、哎，要有智慧啊。啊，净土啊不需要断，可以待业往生，哎，这个我可以办得到。五欲要断掉啊，不是形式上断掉，要在心里放下。好、哦，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呢，还会起心动念，哦，那色界天去不了。可见呢，你修得再好啊，真正得定啊，也是欲界的定，生欲界六层天啊，欲界上四层，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是修禅，也要修禅定哦。五欲没有断干净啊，五欲断干净啊，就不在欲界。超越欲界到色界，所以梵天呢是色界。好，那要修殊胜的梵行呢，那有殊胜的梵行，就不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因为四禅八定啊是三界之内的、哦、还没有出三界出轮回、虽然是梵行呢、修禅定是梵行，并不殊胜，殊胜的梵行啊是大乘佛法、因为出不去轮回，问题没解决了，不够殊胜了。好，所以目的是超越三界，永脱轮回，了生死，成佛道。好，所以念佛人这一生呢、啊，没有决定愿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来生得人天果报，但是因为前生有念佛，所以善根还会遇到佛法，而且是遇到殊胜梵行哦，所以遇到了，你真能把握住，发愿
就能往生。如果还不想往生呢，那就再等来生了。老和尚接着说，大家不要笑啊，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的。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都遇到这个法门，因为不想往生，所以混到这个样子啊。你要是想往生呢，早就成佛菩萨，还会到这里来轮回，来受苦难吗？所以这个事实啊，就是说自己啊，不是说别人呢、啊。我们想一想哦，当我们接触到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啊，勉不勉强啊？不勉强哦，挺喜欢念的哦。大家不要觉得念阿弥陀佛很容易哦，是我们过去生就修哦，所以才会念得很能接受哦。印光祖师当时候那个年代啊，也是众生也是苦难很多啊，所以遇到小乞丐来了，印祖说，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啊，我就给你一文钱。乞丐呢，肚子饿了，拿了钱就可以吃东西去了。印祖跟他讲，他不念。印祖很有耐性啊，又给他讲，真的，你念一生，我就给你一文钱。讲了几次啊，这个小乞丐啊，还是不肯念，但是又很想拿到那个钱呢，最后着急了，哭了，还是不念啊。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容不容易啊？你看他那么饿了，他善根不够，他还是不肯念啊。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啊。可是我们这么容易就接受，而且也很肯念啊，我们还在这里轮回。所以老和尚这段话对我们重不重要啊？太重要了。那我们自己想一想啊，明明上一辈子就念佛了，为什么没有去？什么东西把自己拉下来了？这是我们这一生修行的重点哦。你这一生什么最牵挂、最放不下？可能就前世就是被这个给我们留在轮回里面了。娑婆有一爱之不亲，临终被此爱所牵哦。曾经很多年前了，有一天跟我母亲散步，我母亲比我早念阿弥陀佛了，我就跟他老人家说了，我说哇，你念遇到念佛法门了，你就很欢喜念阿弥陀佛，一点勉强都没有。我母亲说，对呀、啊、对呀、啊。那既然我们前世就念阿弥陀佛啊，怎么我们还没有往生呢？我们一定啊有那个很放不下的。所以我们才没往生。我这个当儿子的话只能讲到这里了。一般当妈妈的人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子女了。后来我母亲因为21年前我要去海口了，我母亲很可贵。她说，我把你交给阿弥陀佛了。不然这个
牵挂，母活100岁啊，长忧80耳啊。这个心啊，还是放不下。哦，好，所以每一个人最放不下的不一样哦。这一生一定要放下了，一定要发愿往生了，不能再耽搁了哦，轮回路险了。啊，藕益大师说，这个啊，坛子可以归安阳啊，阎浮不可留啊，这个轮回的路啊，太危险了，一不留神呢，这个机会啊，就错过去了，好，所以要归命大慈父啊，早生极乐国，归命啊，那就心上要有佛了。啊，这一生呢，我们又遇到了，遇到这殊胜梵行了，就是指这部经啊，啊，念佛法门呢，啊，万修万人去的法门，啊，问问我们要不要把握住？好，你能把握住了，这一生呢，就生净土了。不能把握住啊，来生继续轮回了。可是啊，来生能不能得人生呢？这个得人孙如爪上土啊，失人生如大地土啊。所以此地是讲啊，念佛有相当功夫的人，念到身心清净，但是他没有求往生呢，当然得人生。身心清净啊，要发愿求生净土，决定往生的。啊，有往生的资格，不愿往生，当然得人生，这个没有话说的。好，所以真正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一心不乱，愿不愿意出三界，就在你一念之间。哦，所以第十八愿说，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叫一心求生。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见阿弥陀佛。每一天随缘敬奋就好，不要把这些事放心上，把佛号放心上，所以五欲啊，障碍梵天，何况菩萨，所以这个清净心呢重要，一切行门呢以净心为要，要修清净，那我们佛号越来越多啊，心就能越来越清净了，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佛号投于乱心了，乱心不得不佛啊。好，所以要觉悟。老和尚说啊，我常讲学佛的人啊，有四大魔障：财色名利。我跟经上讲的呢不一样。我讲的呢比较清楚，财色名利啊，四大魔障，
这四样你不能远离啊，佛念得再好，不要说一天呢、无量寿经念十二遍，念二十四遍呢、也没有用处，也不能往生。决定要远离啊！我们念佛啊，是待业往生啊，不用断五欲，但是要什么？要远离呀、不然心不容易清净了。所以利害得失这个账啊，要算得很清楚啊，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能只看眼前了、我把财色名利舍一舍，忍一忍，咬紧牙关了、也不过是几十年了。成了佛之后啊，得大自在，得永恒的快乐，是值得的。老和尚说，咬紧了牙关，此生证无量寿，值不值得啊？太值得了。所以眼前这一点小小的，世间人认为是乐，不晓得啊，那是苦啊。他以为是乐，那为什么佛说是苦呢？因为后头是苦啊，因为这个乐会变化啊。比方说我们吃一顿很好的，哇，你吃的时候觉得很乐啊，吃完了，哎呀，我下次什么时候可以再吃啊？哎呦，那吃一顿我得工作好几天呢。然后你常常在想，哎呀，吃不到，吃不到了。你看，这个乐变成苦了。坏苦，世间都是生灭的，不能长久的。而且世间这个乐啊，真的不是真乐，它是什么呢？刺激，刺激呢，让你暂时忘掉苦。所以人都是苦中作乐，为什么？他问题没解决，家里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啊，烦心的事很多。哎呀，去乐一下吧，去跳跳舞啊，跳到一两点，回来苦也没解决，还增加了新的苦，腰酸背痛。隔天呢，还稀里糊涂的啊，因为睡不饱了，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对身体伤害很大。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熬夜啊，二三十岁啊，那个身体就中了很多可能很快就要现的病啊，的病因啊。所以古人提醒啊，乐极会生悲啊，欲不可纵啊，乐不可极啊，会出问题的啊。所以眼前一点点小小的乐，后头是苦啊。真正的乐是从内而外出来，不是从外面刺激的。法喜从内啊，成长的快乐啊，放下的快乐啊，不被这些欲望控制住了啊，天伦之乐啊，行了孝，内心很充实啊，都对得起良心啊。这种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的快乐啊，这样的人呢，躺下去五分钟之内就睡着了，坦坦荡荡啊。还有得天下英才而骄之啊，这是孟子的三乐，就你利益到别人了，利益到社会了，为善追乐，
助人为乐，你会从内而外欢喜，而且不是一下子比方当老师的人，培养出了一个人才，利益社会了，他乐多久啊？他欣慰得很啊，这一辈子一想到这个学生，哎呀，太欣慰了，这个乐是长久的，行孝的快乐也是长久的啊，你觉得哎呀，我这一生呢很值得啊，父母在的时候我也尽到心了，你想到都很安慰，你没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啊。佛经上啊譬喻啊，人贪一点点眼前的这个乐啊，是刀头是命啊，非常锋利的刀刃上面涂了一点蜜，要你去舔，是蛮甜的，舌头一舔，尝到一点甜头啊，已经被它割断了。我们现在看着这个景象哦，我们还贪财色名利啊，把我们去做佛的机缘给断送掉了。所以不能贪眼前的乐啊，财色名利的甜头就像锋利刀刃上那么一点点蜜一样，你想想哪一个聪明人会干这傻事情啊？所以迷惑颠倒的糊涂人呢，才干呢，聪明人不干。好，我们刚刚念了弥勒菩萨这个句子，只此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啊，最殊胜最灵的东西啊，所以要自爱啊，爱自己的真心呢，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人生万法大用啊，这个神通什么跟这个心真心比，那根本算不上什么。所以我们已经认识我有真心了，就要在每一个因缘当中啊，让自己的真心越来越恢复，这是真正爱护自己的。所以心经说观自在菩萨，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啊，大家应该有经验呢，念佛的时候啊，念着念着其他妄念都放下了，当下身心清安啊，佛光一照，垢灭善身，身意柔软，所有疾苦莫不羞耻，一切忧恼莫不解脱。你念佛能感受到佛光铸造了，身心清安了，那种受用啊，不是世间这些欲望刺激能比的啊！世味哪有法味浓啊，真正尝到法味了，你一有时间了就念佛了，不会浪费掉了啊，分秒必争了。那我们去修行人敏锐度要很高啊，我们看念佛的时候，念佛即是自心现，深深唤醒自己，很有受用哦。跟我们起一个念，想财想色想名想利，你一起财色名利的念头啊，
你身心就不自在了。快不快乐？心就被这个东西给你控制住了，你佛引领不住了，就被他牵着走了，不自在啊。修行人自爱啊，要自在啊。哎，你真的能感觉到啊，你一起五欲六尘贪嗔痴慢，你整个身心就被障住了。你感觉得很深刻的时候，你不愿意这样对待自己了，不愿意糟蹋自己的自信了。好，所以念佛啊，虽然把这些舍弃，好像是苦，其实里面呢有真乐。世间人呢没有法子体会。这个只有依教奉行啊，他一念相应一念佛，他才知道那个受用了。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舍弃，真能念佛，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即大布施了。这样得啊，心地清净，清净是真乐啊。世出世间一切法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大乐。每天人事物都想不明白，看不清楚，就很烦恼了。清净心生智慧啊，佛号越念越得力啊，你在处理事的时候就不会荒腔走板啊，不会随顺意气用事啊，感情用事。好，你不入这个境界，这样的真乐你享受不到。换句话说啊，这种乐趣啊，你从来没有享受过。你哪里知道？你晓得啊，刀头是蜜，那一点甜头，你没有尝到啊，纯净的蜜啊，那是真甜呐，而且后面没有祸害。纵欲了，造业了，后面都要受报的。所以真正修行人才知道，他才能得到。所以妄念越来越少，心越来越清净了，那真正快乐了。那老和尚效法佛陀啊，讲经不中断。有人说老和尚是爱讲经的法师，最后老和尚就说了，他是用啊讲经来服妄念，那妄念就越来越少了，清净心就越来越提升了。师父领进门了，修行靠个人了，我们也要自己用方法，让我们的妄念越来越少了。老和尚用的讲经不中断。因为讲经的时候全神贯注啊，不会有其他的妄念进来了。像我们用念佛用读经的方法，听经的方法，很专注，妄念进不来，心就越来越清净了。包含我们有因缘了我们呢广修供养，尽心尽力啊去帮别人，我们的心都在慈悲当中，其他的自私自利啊妄念也进不来。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
处世待人皆悟，没有一样不是念佛。佛是真心啊，念是精心，心上真有佛，真有真心。哦，那这个财色名利啊不放心上了，这个越清净越有受用了。那闻我名字啊，这一句啊是贯穿这一段的三愿，其实闻我名字啊，好，好，那这个啊，有天人礼敬啊。那第二愿呢，是闻名得福啊，来生尊贵家。好，那第三愿呢？啊，都省略了闻我名号啊，因为这一句是贯底下这三愿，常修殊胜犯恨，也是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啊，都是闻我名号。常修殊胜犯恨啊，须知啊，文字有省略，意思是圆满的啊，都是因为闻我名号。而这个闻呢、啊，一定兼信受啊，如果没有信受，不能叫闻啊。我们闻了，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我们受持啊。换句话说啊，一定要真正做到啊，受持就是去做啊。如果没有做到啊，闻等于不闻啊，一定要做到啊，才能得现前的福报、来生的福报、后世的福报。啊，如果真正发无上心呢、啊，必得究竟圆满的福报，发菩提心，发无上心，啊，发度众生的心，啊，往生了、啊，能力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我们才能帮得上众生。所以在这一段里啊，我特别提醒诸位同修，一定要远离啊妖魔鬼怪。魔跟诸位讲了四种，什么是妖怪？刚刚讲了财色名利是魔，什么是妖怪呢？现在在街头到处都是，只是你不认识啊，我认识啊，不认识啊，可能就会被他给影响而不知道我。哎，我们现在人不知不觉受社会风气影响哦，啊，除非你认识啊，你不被他影响。左传呢、啊，把妖怪的样子很清楚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人气长则妖心，妖怪就兴起来了。人把肠道舍弃了，哇，那所呈现的就是妖魔鬼怪了。肠道是什么呢？五常，仁义礼智信。好，不仁，现在人自私就不仁了啊，都只想自己的利益，就不义了，哎，不讲理了，不讲信用了，甚至于还说理是吃人的。理是什么？理是做人做事的分寸啊，标准啊。你不学礼了，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人了啊。首先什么，对父母的礼他都不学了，对父母就很无礼啊，很傲慢啊，那就造业了。礼就像河流的堤坝，
防止水泛滥啊。你看人的欲望欲如水啊，你没有堤坝防住了，它会泛滥出来，哇，那就造成水灾啦。我们看现在礼，很多人不学了，看男女之间不守礼了，一年堕胎5000万啊，天下大乱啊。你说这5000万的业力影不影响这个世间呢？那这5000万的5000要乘以2啊，那造成这个结果是男女都有责任啊。你说这个业力，那个在佛经里面这是地狱业啊。所以妖星啊，你这个没有讲清楚了，那年轻人都觉得这很正常啊，那不是妖星了吗？哦，那不讲信用了，这个都弃了五常啊，都是妖魔鬼怪了。哎，你们看看社会上、街道上、巷弄上，妖魔鬼怪有多少啊？到处都是啊。我们有时候在机场，哇，那些巷都很铺路啊，真的是到处都是啊。那妖兴了，妖就兴旺兴盛了，妖魔鬼怪兴盛了，这个社会还能好吗？啊，在佛法里啊，不守五戒十善呢，就是妖魔鬼怪了。我们不守啊，那我们也在给社会负面的影响啊。所以你说啊，这多可怕啊。所以现在社会上啊，妖魔鬼怪多，世界要乱啊，妖魔鬼怪势力大，人众多，影响力很大。当然我们也不怕啊，共业当中啊有别业啊，在道中啊就不在劫难中，老实念佛啊。这个不止自己不遭难，这个地方不遭难了。所以现在善良的大众他不懂得分辨了，他就迷惑在这个境界里了。邪正不能不辨别。为什么？信正的人少。这个正信的人，能分别是非善恶的人少。大众看到人少啊，就都是依照五伦八德五戒十善做的人少啊，那他看了，心里想了，这事大概靠不住。信邪的人多啊，都是功利享乐啊，大众看到人多啊，总以为那么多人都这么做了，有点道理啊，于是就跟去了。这就是我常说的，现在的人信邪不信正，听骗不听劝，劝他他不相信，骗他他很容易就信。所以啊，孩子要去读大学以前呢，这个政治正见要建立起来啊，不然被那个风气一影响就偏掉了。所以我们要多从这些地方反思，在这个时代啊，遇到正法修正行啊，实在是非常难得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啊，被我们遇到了。心正行正，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尊敬，弥陀大愿啊，决定不虚，我们要深信不疑，而且念佛阿弥陀佛，请25大菩萨随护其人，魔不能扰，这妖魔鬼怪啊，影响不了我们了，那一家都念佛啊，一家都平安。
啊，我们在这一处好好念佛啊，啊，也能消这一处的业障，啊，保这一处平安，啊，好，我们应该啊，啊，期许自己啊，好好来念佛啊，来依教奉行，给社会啊好的榜样，不能让这个社会要继续沉沦下去了。好啊，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